如果这个时候矮景初在就好了，那可真是救星显灵啦！经理，我这是产生幻觉了，不对，是活的，他怎么说出现就出现了？救星，你真的来了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在帮你找那把同心锁啊，你快告诉我你锁哪了？帮我？什么同心锁？就是蓝色那把，你跟豆豆一起挂的那把。 豆豆，你不记得了？难道你在这里挂了不止一把锁？哦，我好像懂了。想起来了，那你快点告诉我，我已经找了很久了。我终于知道你之前为什么对我说出那些莫名其妙的话了。其实吧，你跟豆豆这件事情，我对你意见还挺大的。不过现在豆豆已经没事了。 他就想跟你一刀两断，就把这个锁给解了，就没事了。蓝色的事吧，我帮你找。帮我找？搞清楚，是我帮你找。这么冷静？还有，这里我都已经找过了，你去那边找。好啊，等找到之后你就知道了。还笑？ 看一眼啊，看看你们写的什么啊？我们永远在一起，豆豆许恒恒。许恒恒，他不是你们科？对，他是我们科的医生，之前他跟豆豆一样，都是我的学生。所以豆豆前男友不是你？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我跟他还有这层关系的。 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不是那个豆豆前男友，而且之前我对你做一些特别不好的事情，我密码多少？不是我之前做了一些对你不礼貌的事情，我现在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密码，一层一层。好了，对不起，原谅你了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